南昆新大潭湖伫咧前总干事侯先生的带领之下，得到十大殊荣，是予党干事会甲各方相当的肯定。而南昆新大潭湖伫咧1号举行第十五届新任总干事就职典礼，担任总干事20冬5个月，侯先生下令由因建组长侯先明接棒承担重任。到今仔日这个基础，咱看讲今仔来的人遮尔啊济，咱就知讲咱的基础已经正在。但是咱还有真大发展的空间啦。我希望在座吼，我继续哦，即届的阮小弟北海咧做总干事，多多来鞭策。好，即个庙会当更加进步。南昆新大潭湖第十五届新任总干事就职典礼，现场有来自全国各地宫庙代表、器官团体，还有明代等等200多人共同见证，场面是相当的热烈。啊，我呢是伫去年9月7日开始来代理总干事啦，吼，到今今仔日上职，大好。半冬的时间6个月，我在这段时间嘛爱感谢讲吼，咱这行政单位甲我斗配合，互咱这个庙务呢，这6个月来呢嘛真顺顺利利，吼，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啦吼。新任的总干事侯先明伫咧会中嘛表示，未来伊的责任重大，一定会带领事务团队尽全力，互咱昆新庙伫咧国内外宗教界发光发热。咱听新闻台三八门采访报道。